星期天一起来逛超市吧，周末人好多呀。这快中秋节了，山姆自己出的月饼，看着口味好多呀。花好月圆，穿过人群直奔蛋糕区。好久没吃的巧克力千层，整一个。你就是今天的天选之子。评论里说想看我吃鳗鱼，今天咱们就安排一条鳗鱼。这个腿绝对是熟食区必拿的，超级好吃。黄不拉几的鱼皮我知道是啥，可是这个虾夹是什么东西啊？来一个，充满好奇心，求知欲。这里买东西不用会员卡，怕吃不完的可以买这种小份装甜品。要一个牛肉热狗，我的超市，这个也太好玩了吧！有三种酱，咱们都挤一点。哎，这个出酱方式就很不对劲。小份装单位时间，一千层，可可粉超级多。
看沙姆的月饼到底好不好吃。这个是玫瑰流心的，这个真的特别好吃。第一次吃自己加酱的热狗包，哇，两个巨型零食，那边是这种小包装的。我添加的吃多了。这个开袋冬阴功味儿就特别浓。